哈维飞系对去年八月的推出，同年初面资金嘅发通过后，第年代再个推出，年客抢销年三对三嘅篮球比赛。为打破第二个比赛当中嘅团队精神，来建立跨族群嘅友谊。今年系第八年推动举办青年两场嘅比赛，不过受到疫情嘅影响，青年两场嘅比赛系将开放半限数，建中规定嘅啦啦队都冇办法去参加。啲球场当过，欢迎网络、建造、传球、沙篮，各种小学好打篮球嘅学生嘅，同欢喜嘅啲球场当过，享受当季嘅比赛节奏。来自台东热闹一时的花莲业，中强四百三八十七，生意都十六岁嘅后生人，啲观赏各种整齐，年下长寿年三对三嘅篮球赛，台东场嘅冠军，啲人出面人球较多，行人较少嘅台东。我做只主神，包括两个演出面，一个行业的比赛成五，都冇人改。客家人会很难找，可是我们那边就很多混合的，都是混血儿比较多。是不是客家人，或是原住民，或是其他族啊？有什么差别吗？没有。自去年开始，哈尔菲六兄弟全国各地分批办的八场年下长寿年三对三篮球赛，推动花莲场系亲密的两场比赛。啊！加上原住民客家族群的比赛方式，增加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老认识。按样的组队哈，彼此的做得哈啊，熟识哈，无相用的那文化啦哈，交个朋友啦哈。原住民的体力可能比较好，但是客家人有可能头脑比较好，就是在场上的运用会比较灵活。原住民都比较就是常运动，所以体力比较好。然后客家人就是体力不好就练技术吧，就技术都很好。哈尔菲强调，认真训练疫情一直嘅严肃，有其他场次冇空约。花东场嘅比赛请开放球员入场，社会啦啦吹到亲戚朋友来看比赛。球场虽然可以来一两千，先输失喺当三码，而整次好嘅成绩，留工业嘅奖金。下个新闻资讯，台东报道。